老天啊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才能对得起他们俩？宝琴啊，以后这小性子也收拾些，要收拾死。做妾室的规矩，做妾室的规矩，大爷知道什么是做妾室的规矩吗？多人妾室不能穿正红，不能戴牡丹，只能戴芍药，不能走正的。成亲不是跟丈夫拜堂，而是给丈夫和主母下跪敬茶。每日辰时必须向主母请安，不得主母同意，不得出门，不得见自己的父母亲人。吃饭的时候，主母和丈夫坐着，妾室得站立一旁伺候主母用餐。即便是同房，最多也只能是五日一次。大爷，你想让我这辈子就这么过？宝琴啊，那别人家的妾室不是也是这个规矩吗？我以为大爷跟我的情分终究是不一样。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，不负卿。老天啊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才能对得起他们俩？如果可以，我真恨不得立刻就消失，再也不要纠缠于这无尽的折磨中了。很多年前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梦见我自己凤冠霞帔、风风光光地嫁给薛棠做妻子。可如今，
我知道姨娘不能穿正红，我知道我跟沈翠喜这么斗来争来斗去，争来斗去的很没有意思，很难看。我知道我这样做会让雪堂特别特别的为难，我都知道。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。如意娘，我难受。如意，我心里难受，我心里难受。